以下节目是由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特约播映。观众朋友，踏入六月份了，大家想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？那这边呢，我们呢就会有一些好介绍给大家。那这个for这个父亲节的礼物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总经理 Nina Wen 来到节目当中，他将为大家介绍 New Leaf 高档次的 CBD 和麻油。Nina 你好 ，Nina 你好，哎，这个。首先呢，我想在这边呢，您要不要祝观众朋友呢？这个是父亲节快乐了。是是是，那在这里呢，我也祝这个我们所有的天下的父亲们哈，父亲节快乐。同时呢，我们今天也带来了给父亲节的父亲大礼。哦，父亲大礼哦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麻烦您讲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之前呢介绍过很多次，我们现在最高端的这个产品 New Leaf 的 CBD 哈。那我知道在这个我们这个三藩市反应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我知道我们这边的高端人士比较多哈，电脑人士啊、工程师啊，他们用脑都非常过度，压力都非常的大。那压力呢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，比如睡眠的问题，睡眠呢不好，你会慢慢的你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，然后导致你白天没有精神。免疫力下降就不断的生病，然后带来炎症疼痛等等这样的恶性循环不断的发生。那我们这款 CBD 呢 New Leaf 的这一款呢，对他们帮助真的非常非常的大，我也接到了很多朋友的反馈。所以呢，在这个父亲节来之前呢，我们特别带来一个父亲节的大礼，就是我们这款 New Leaf 的这个大瓶的 CBD 的汉麻油。这一瓶呢是100毫升，可以吃3个月的量哈。那其实每一毫克的 CBD 呢只有9分钱，就是你买的多它价格一定便宜，就像我们去批发跟零售价格完全不一样这个道理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同样买这个大瓶的 New Leaf CBD 呢，其实你一天算过来花在健康上的投资不过2-3块钱哈。那我们同时你买一瓶这个大瓶的 New Leaf CBD 呢，我们就送你一支我们自营品牌的这个 CBD 汉麻油的这个喷雾。那以前我们也介绍过哈，这个喷雾的单支价格就是100块钱了，所以你买一瓶我们就送一支，买5瓶我们就送5支，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，这就是父亲节的大礼啊、而且买的多这个价格也是更便宜嘛，对对对，每一瓶，对对的，嗯，因为多买多得，多买多送，这么样，对对对、那大家呢就是这边呢我想问一下哈，说起你们这个 New Leaf 这个汉麻油了，就是那个很多观众朋友还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汉麻和那个大麻到底有分别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植物。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是会越来越清晰，但是还有很多人觉得说因为 CBD 它的学名就叫做大麻二分，说啊，那这是不是大麻？其实完全不是，大麻和汉麻同属于麻类的这个一个属性，但是是两种不同的植物。那大麻当中最主要不同的就是它含有一个成分叫做 THC， 这个成分呢会使人上瘾啊、嗨啊，我们就把它称作为毒品，要远离它的，因为它会有让你有依赖性。可是 CBD 汉麻油呢完全没有这个成分，特别是我们这款 New Leaf 的 CBD 汉麻油呢，它是全植物有机提取的，是医用汉麻，完全没有这个 THC 的成分，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放心的使用。嗯，对，那听说了，你们除了这个100ml 100毫升的这个大瓶装的 CBD 汉麻油之外呢，你们好像还有很多新的产品推出哦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平台，就是365CWC， 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网站哈。那么我们会把这个网站呢搭建的更全面，就是想用这个平台呢，把不同的产品放在这上面，让给不同层次的人选择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有 CBD 的一套的女士的皮肤的保养品，哦、还有护肤品、哦，对，6件套的哈、包括洗脸的呀、爽肤水啊、精华液呀、眼霜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去皱的，还有一个修复的一个日霜，都非常非常好。我们自己现在都在使用这个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还有这个不同品牌的，比如像这个 CBD 的止痛膏，有250毫克和750毫克的效果都非常好。你经过比如说有关节疼痛的，你经过内服和外用这个止痛膏，效果都非常非常的明显。另外我们还有给猫猫狗狗的，所以呢产品会越来越多，会越来越丰富。另外还有 CBD 的面膜呀，还有什么眼霜，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哈，还有单独的一些的套装，我们都会越来越多的提供。那观众朋友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，就是365CWC， 可以看到我们更详细的产品介绍。
嗯，哇，你们产品真的越来越丰富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您刚刚说的这个止痛膏了，止痛膏因为是外敷的哈，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都是就是放进嘴巴里面的，那外敷的效果好吗？非常好，因为这个我们自己经过实验，像我们的手经常打电脑，对不对哈？有时候，然后我就会拿这个 CBD 的止痛膏搓在这个上面，这个止痛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快能够见效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还想跟这个观众朋友分享的这个 CBD 呢，现在是越来越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知道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 CVS 对吧？它现在已经推出了 CBD 的专柜，它的专柜上有这些 body lotion 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洗护发用品等等，都非常非常的全。另外一个，你知道全美国连锁的这个 Carl's Jr. 的汉堡包店，你知道吧？有个笑脸五星的那个。Oh, Carl's Jr.对，他们要推出有汗麻油的有 CBD 的汉堡，但是可能是最先推出有八家店，其实我非常想去尝试，因为我自己在做这个产品，我自己也在服用这个 CBD 汗麻油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这几年将是保健品当中这个 CBD 将来它的这个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。那我想 CBD 呢可能很快呢就可以取替了很多其他的这些保健品哈。对，因为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，像睡眠问题大概一般人两三天之内你会有明显的改善，像关节炎的问题，还有一些有像在纽约有一位他压力很大，就是躁郁的问题，在短时间之内你能很快的看到效果，特别是对于这个罹患绝症的这些朋友，在正做放化疗的，那对他们帮助就更大。所以这个 CBD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保健品，我们就称它为汗麻油当中的劳斯莱斯，真的是一个顶级的产品。哇，果然是汗麻油当中的劳斯莱斯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说起呢就是减压这个减缓这个疼痛了，那之前呢我刚不小心呢就是摔倒了，就是骨折了，又是扭伤了，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有效吗？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就建议你像你现在已经算恢复的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但是你还会疼痛对吧？对，所以呢我就建议你，一个是内服呢是它是透过调理你的中枢神经直接进到血液，因为我们是含在口腔里的嘛，大家都知道口腔里的毛细血管和黏膜细胞最丰富，可以帮你更快的吸收，达到更好的效果。那么再用这个止痛膏直接擦在你的皮肤上，轻轻的按摩，会缓解很大很大的这个疼痛的这个感觉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这个 Nina。 那正如 Nina 所说的，那现在呢六月份呢就是父亲节快到了，大家呢如果要送其他的礼品，不如送健康给父亲，就是购买 New Leaf 这个高档次的 CBD 汗麻油。那现在他们呢就是推出特价，如果大家买一瓶的话呢，就是平均每天呢只需要花3块钱，那当然你越买的多呢就是越便宜，可能每天只要花2块钱，然后呢就是每买一瓶这个100ml 大瓶装的呢，他们还会送一瓶这个喷雾装的，然后喷雾装呢大家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，就适合每个人自己使用的。那除了这些呢，他们还有推出很多就是外敷的这些药品，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尝试。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另外一段广告。